俺老孙正等着呢。哟，我操！对面也是一只猴，我没想到啊！你敢学个抠，个老猴？啊，你也是个猴。原来你也是一只猴。呜呼！干嘛呢？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让这猴玩了不你？焦点炎不比焦闪现好吗？如果能焦点炎，我必定是焦点炎。但是刚才那种情况焦不了点炎。一个人如果他有多兰盾的话，一级不要相信你的点炎，除非他剩30滴血，你给他点了。他一身上吃着药，二他身上有被动，三他有多兰盾，你说这个回血他能不能顶上我点炎的那个伤害？一级的点炎也就70点。一个复用型药水还回120呢，我直接一 Q 打吧妞。来吧老猴，我刚才要放点炎，他绝对死不了。我必须得闪现 A 他一下，我再放个点炎，他可能才能死。真的算。空一波血。谁是真猴？呀，你也生了！别爬！好喜感啊！如果他敢异我，说明他旁边有人。我看他的样儿好像不太对了。旁边有人。嗯，这旁边没有人啊，这猴不行啊，我得让他成为我的粉丝儿。这一个玩猴的玩成这个样子出去，这不丢人吗？啊，这不丢坏了丢人。我得让他来看看我们的直播了。这样会不会显得我们有点身份有点低呀、啊，会不会有点装逼呀、啊？我问问我的队友啊，我不得，我这么跟他说，你看没看过兰陵汉呢？啊，这个样子，他看我直播玩的猴，你放屁，不可能，谁哪个猴一技能学个抠？你是？是呀，偷袭！
在你打字的时候去斗，正好去斗鱼475252，你可以变强，放大点啊，放大点挡我视野，我说实话。假猴，不过说实话，现在假猴真猴真的看不清，哎，看不出来到底是假的是真的，除非他有影儿出来。我如果装一下的话，他也不知道，你知道？我如果装一下，他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你没蓝还装呢，你觉得我装吗？你觉得我在装，其实我心里比你有数，小伙子。你觉得我没有蓝，其实我有三个小饼干，我一个饼干至少能回我三个技能的蓝。这红咱就不要了，算了。本来想把他红给他拿了的，不过他八分钟应该才第一个红吧，还是第二个？二银钻。我们现在打得他越疼，他将来就会变得越强，这就相当于就是这个比如说啊，你爸爸他会打你两下教导你，这都是爱。三项现在20CD，25攻击力，133攻击力。出个西地海40减西D，大闹天宫85秒一个，尝试一下。西地海也加强了，西地海绝对要成为主流了，兄弟们，又便宜，西地加的又多，就像那种要西地的英雄，肯定是首先会出西地海，而不是别的海。插个眼儿，这岩雀是下路的吗？是打野的。那剑圣在哪里啊？剑圣也打野啊？哎，我的妈呀！你干啥呀？你敢进我的身儿？我的妹妹呀！啊，你敢进我的身儿，我抠你一下！我们直接闪现 W1 抠。
挂钩你。我刚才明明按了波浪键，为什么还会打小兵啊？我特意啊、哦、按了一手波浪键，我怕打小兵，还是打小兵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哎，这怎么卡了？你为什么往我身上穿？我不明白。这都打不死啊！这一个艾卡西亚暴雨给我收了，不应该呀。我是对面猴来学习了，来吧，先办张卡吧，先成为我们粉丝团之中的一员，啊、嗯！你要不办卡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把你绑起来。把老孙正等着呢。给你套在树上，阿鲁巴。死亡之舞有点脆呀、啊。这闪现不加 CD 也行了，不是不加 CD 啊，不加移动速度也行吧，打的时候不是加移速吗？嗯，打的时候加移速也行，390也行吧。这猴主要就是捡 CD 太慢了，那打团的时候吧总没有大，一整大就没了，把捡息地给它搞高一点，是这样。薛微是有点脆，舍去了这韧性啊。亚索哪里来的？抽你一下，开了吧。这把打完，我们去下棋儿。谁在这抬我？你这双，你这蓝 buff 不想要了是吧？等个耀光，我上了。漂亮，杀亚索，这能让他秀起来吗？岩突我是不是？这咋又卡了呢？这为什么卡呀？等会儿我看我是不是外面开加速器了？没开呀。3 2 1，出来人，卡杀，我杀。就数着卡杀，最狂妄，最狂妄。哎，没打着，给我 E 一下。哎呦，谁给我下当了？那卡杀又给我下当了吧？嗯，又是卡杀给我下当了。又给我下当了。这个猴的 R 会不会触发那个九头蛇的吸血效果啊？即使它没有九头蛇的那个范围伤害啊，但有没有吸血呀？
但我感觉没有啊。我不用你们杀我，你们可打不过我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有死亡之舞的，物理伤害对于我来说是没有用的，只有岩雀对我有伤害。狂妄的 ADC， 真狂妄。我尝不尝？快给我来一口！他不敢飞，没事。回家出九头蛇，看看好不好使。此地物以久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去打个三郎试试，他给不给我回血？我就一直感觉这大招不回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以前那个死亡之舞吧，能回血，现在不回血。我们是1700，这回的也太少了吧。回的太少了，回怎么不回？那不1000多变2000，1100变1200了吗？怎么不回？回打团战回不了多少血，那跟以前死亡之舞根本就比不了都。这怎么开车过来了呢？